来了，弟弟。哪儿碰水了，老板娘？哎，七夕怎么过呀？还能怎么过？自己一个人过呗。你要找什么样的呀？啊，我以前月入10万的时候，我只想找一个有感觉的。现在不行了，一个月挣3000，得抛弃幻想了。只能找一个长得好看的，个子高了，出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能挣钱养家，能生个俩仨，有房有车，没跟人亲过嘴的，差不多。弟弟啊，哎，你还是回去睡觉去吧。我不困。那老板娘，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我呀，没你那么多要求，得长得帅的吧，不能找，我怕让人勾搭跑啊。这长得丑的不能找。我怕我看了心情不好，那聪明的不能找，我脑子不好，那笨的也不能找，万一影响下一代。有对象的吧，不能找，咱不干的事儿啊。没对象的也不能找，那别人都不要的玩意儿，我也不要。